苏家这几年一直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能让我们跻身金陵豪门之列的机会。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。什么机会？对呀，这次帝豪集团将抛出一个二十亿的大项目，谁要是能从项庄拿到一份合作份额，那将受益匪浅。如果我们能给帝豪集团合作，能给帝豪集团的赵东家留下一个好的印象，那我们苏家的将来一定是无可限量。 怎么，苏家完了？难道你们没有一个人能从这二十亿的项目里拿下一点边角料吗？老婆，要不你试试？我哪行啊？怎么不行啊？是你一个外人也想在我们苏家分一杯羹？什么叫外人？林阳是我老公，自然是苏家的一份子。不是你算什么苏家人啊？上门女婿。好了。 都别说这些废话了，你去试试。奶奶，我上次不是被人撵出来了吗？我再去，怕是不太合适吧？很好，我今天就把话放到这儿。谁能从帝豪集团谈下3000万的合作份额，谁就是集团的总经理。奶奶，这个项目，圆圆想试一下。好，不愧是奶奶的好孙女。 奶奶等着你的好消息呢。你觉得你凭什么能拿下帝豪集团？是啊，圆圆姐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身份，到时候啊，可别把我们苏家的人面子丢尽了啊！既然其他人不敢，那帝豪集团的项目就交给我来吧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全力以赴有什么用？到时候失败了，不还是丢家族的脸？冯文亮。 你这么唱衰圆圆，到底是什么目的啊？还是说你觉得苏家不配和帝豪集团谈合作？哎，我可没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和苏圆圆不配。那要是圆圆成功拿下合同，要不然怎么打赌？赌什么？要是圆圆成功拿下合同，你就当着全家人的面给我下跪，磕3个头，然后大声说我错了。 找死是吧？那是你输了吗？我也一样，下跪，低头认错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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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就等着你输了给我们下跪。这会儿被我们家害惨了，圆圆，你怎么能这么冲动呢？妈，我就是这次看不惯苏文亮他们。 而且我想通过这次机会试一下自己。是啊，你要相信圆圆。你闭嘴！都是你这个害人精，把我们家圆圆害惨了。这要是谈不下来，该怎么办呢？我相信圆圆，他一定可以的。你以为帝豪集团是你家开的呀？你用脚想一想呀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！你可把圆圆害惨了。放心，老婆，你就尽管去谈，相信你一定能成功的。见你吉言。 我这边马上开始了，先不说了，拜拜。我老婆已经到了，剩下的事你应该知道。放心吧，一定会让少奶奶满意的。你好，朱女士，我是帝豪集团的副董事长张娜文。你好，张总。我相信您一定知道，我们苏家在金陵的装修市场份额占据80%以上。 我也相信你帝豪呢，一定是想找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团队，这是我们团队的资料，你可以看一眼。资料都不用看了，我们帝豪家是苏家，是可以。什么？其实你们苏家的条件本身是不符合我们帝豪家的，但是我们董事长很看好苏女士，所以愿意。那你们董事长是？我们董事长是燕京家的员工。 啊，对了，我刚合作份额是3000万，是太多了吗？不多不多，反而少了。我们董事长交代过，要把合作份额提高到6000万。啊，董事长，事情已经办妥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哟，废物回来了。你说谁废物？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识相。 现在给我跪下道歉！爷爷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奶奶。
奶奶，那又行啊，指定吃了闭门羹。不好意思，堂哥，让您失望了。我和帝豪集团的张雅文已经谈过合作了，合同都已经签好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就凭你，你连张雅文的面子他都见不到。奶奶，这是合同项目书，您过目。不用看，奶奶，指定是你造的，这可是3000万的大。不好意思，表哥，您可能看错了，这不是3000万，是6000万。6000万？你也真好意思往外说，就凭你签6000万，我能签了1亿。文燕，文亮说的对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谎了？如果再有下次，你就自己离开公司。奶奶，这合同要是能作假的话，那这新闻可做不了假。你真是立了大功了，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是张亚文张副总，他对我们苏家特别看好。恒哥，还记得咱们之前的约定吗？之前啥约定？我不记得我跟你有什么约定。不记得没关系，我来帮你回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可能给你磕头认错。胡闹！男子汉大丈夫说话要算数。你这次就认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圆圆这次给我们立了大功了。既然答应了，就要做到。如果因为这件事你影响合作，你就给我滚出集团。对不起，你原谅我吧。这次啊，只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警告。如果你以后再敢对苏媛媛不敬了，我一定不放。哎，媛媛，咬牙特意过来看你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媛媛，听说你最近拿下了帝豪集团的合作，我特意过来帮帮你。你倒好意我心领了，合作我已经解决完了。解决了？媛媛，在我面前你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啊，有啥事都可以和我提啊。毕竟这种事情靠一个上门女婿是解决不了的吧。没想到冯公子家还和帝豪集团有关系啊。那当然了，在金陵没有人不知道我们冯家和帝豪集团合作有多么密切。林阳，像你这种井底之蛙，对我们圆圆真的是浪费了。冯公子，我不需要你的帮助，也请你不要对林阳出言不逊。圆圆，我是帮你啊，他这个废物能配得上你吗？他不是废物，他是我老公。而且从今天起，只要我不愿意，没有谁能拆散。圆圆，